朋友们，2023年就要结束了，月底我会在一个非常有趣的市集，叫做酒友好市，摆一个摊。那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要卖的东西，只是想借市集这样的一个形式跟大家见见面，大家一起嘎嘎 save 吃吃香酒。那么在这个市集上呢，也是会有一些福利送出的。首先，如果你今年有购买我跟 The Wiz Brand 联名出的卫衣或者 T 恤衫，那你穿上在现场跟我撞衫；又或者今年你有购买我跟红鲤乐团联名的毛毯周边，或者是他们跟他们联名的宠物电子周边，又或者是我们一起联名的上海话扑克牌啊，你出示这些购买的凭证，那么现场我会送一本我的书《那些想红的年轻人》。活动的具体时间地点请见下方。辛苦了一年啦，相信每位同学都过得不容易，希望今年不好的回忆可以通通忘记，好的回忆我们可以通通保留下来。那么我们月底见。